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郭奋笑。如果说武将是侠客，那么战法就一定是他们的武功秘籍了。上一期我们盘点过五大神将，这一期我们就来说说五大神机战法。第一，阵法之神，三世阵。入选理由：三国志战略版最伟大的发明。首先，能够提高武将的自带主动突击战法的发动率，本身就是十分难得的。划重点啊，这里是自带，拯救了一众猛男自带战法伤害高但是发动率低的问题，比如吕布、关羽、陈玉、黄忠等等。其次，三世阵还能提高一名副将的伤害，以及使血量低的另一名副将减伤。很多人说这个随机性太强了，基本上队伍里都有辅助，增伤给辅助就尴尬了。其实不然，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加点、统帅、兵书、战法等因素来实现精确指导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奋笑的直播间，咱们仔细聊聊。最后，它是三战黑科技逃不开的核心战法。三战在没有三世阵之前，一直依靠国家队组队，有了三世阵之后，阵容才开始百花齐放。三世旅、三世路、三世甲都曾无敌一时，现在更有三世法阵、三世陈玉、三世关羽、三世关妹做主将的新玩法，这都要感谢三世阵的出现。二、减伤之神，辅祭军民。入选理由：这个版本的精髓就是减伤。从魏法齐被发现以后，三国志战略版正式进入减伤 1.0 时代，大家纷纷开始醒悟过来，任你伤害再高也怕减伤，任你队伍再强我要的是持久，任你给予再多的输出战法不及我减伤稳定伤害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减伤这么强了，其实减伤一直就在那里，不过是因为大家体会到了这是一个运气游戏，大家开始更加追求稳定了。只要减伤能苟住，那么输出就会有机会，哪怕没有打平也是不亏的。三、联机之神，裸衣血战。入选理由：只是画面感就已经完胜其他战法了。第一批进入 S4 的兄弟们都应该知道当年的夏侯渊带裸衣血战有多 bug， 秒天秒地秒空气的存在，以至于策划在开区几天后就直接给裸衣血战削了一大刀，让夏侯渊从回到了正常的武将序列当中。突击战法我觉得一直都是三战的一大特色，突击战法能够做到控制输出破防等等，而想要稳定的发挥突击战法，那么联机就少不了。市面上的强攻和兵锋受限于主动战法，很容易被控，而且发动率低，一直不是最佳选择。直到裸衣血战的出现，从始至终奋笑都觉得夏侯渊 60% 的突击战法发动率一定是收益最高的，但是兄弟们却始终觉得应该给松上香，因为让他裸衣血战，原因我就不明白了。四、兵刃之神，刚勇无前。入选理由：菜刀终于找到了磨刀石。菜刀强不强？强。菜刀好不好对付？太好对付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回答呢？因为三战有藤甲和大象这样克制菜刀的兵种也就算了，还有一堆控制技能让兵刃伤害根本没有机会打出，但是能打出兵刃伤害的战法简直不要太多，所以刚勇的出现让一众核弹玩法浮出水面。核弹章曾经开荒稳如老狗，实在是刚勇太稳定的增伤让张飞即使一个人也能输出20000加，随后又有核弹跃进、核弹孙坚、核弹许褚等等，本质上都是利用了刚勇可怕的增伤与稳定的增伤。五、谋略之神，太平道法。入选理由：法师队伍离了他就是不行。太平道法其实不用解释，因为基本玩过三战的人都知道，离开了刚勇兵刃伤害还是凑合能玩，但是离开了太平法师队伍就弱一个等级，甚至配将时常常被问到魏法齐和麒麟弓如何共存，本质上是问太平给哪一个队伍更好。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队伍更红，哪个队伍更红就给哪个，哪个队伍的技能更全就给哪个队伍。
给了之后基本都是 T0， 不给那么就是 T1。 好了，以上就是分校推荐的五大神技了，一定要留够兑换的武将哟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。